蔡徐坤也太拼了，伪真上热搜挑战高跟鞋，看到效果女生都自愧不如。蔡徐坤也算得上是最近几年里唯一一个通过自己的颜值以及实力被大家所认识到的明星了吧。从出道之后就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而最近一段时间蔡徐坤虽然一直都没有太多的作品，可是他的热度依然是非常高的，在每一个节目以及活动中我们也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可见现在的蔡徐坤也算得上是彻底的走红了。而且蔡徐坤为了工作也确实是比较拼了，作为新生代的明星也经常会尝试各种各样新潮的造型，就像是最近蔡徐坤的一组写真封面中再次挑战了高跟鞋。高跟鞋一直都是女生的专属，可是在看到蔡徐坤穿上之后也改变了这一个想法。虽然说男孩子穿高跟鞋确实是有一些怪怪的，可是蔡徐坤毕竟是在工作，所以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在看到他穿上的效果之后，很多女生都表示自愧不如。其实蔡徐坤的时尚感确实是很强的，虽然说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可是他也能将这些东西驾驭得很完美。